邀约跟听到这个 demo 跟歌词的时候是有什么样的感觉？我其实很兴奋，就是我没有想到他会找我跟他一起合作，然后其实我跟 Alex 也是最近比较熟，可是我很早就知道他，然后我们也很常在可能一些表演啊或演出啊就是活动遇到，对、嗯、然后接到这个邀约的时候其实就很期待，然后这首歌的主题虽然我那时候想了一下我要不要接，因为毕竟我没有犹豫过这件事情，是因为毕竟我离上一次分手已经有一点有点忘记，快忘记的感觉。对，你的你现在肌肉还好吗？现在肌肉还有留着吗？因为我觉得好像也不能输他们，你要不要自己稍微的拉一点点，给大家可以稍微检视一下，到底你的肌肉现在还有没有好好的留着？等一下，我要先讲哦，因为我最近工作很多，我已经有两个多礼拜都没有练。你知道有很多要上台表演的时候，就会说我今天感冒好像喉咙声音弄得不太好。好，你自己好好的拉一下，来，大家自己稍微检查一下下看，你好好的露给大家看，你快点。没有，真的还好。我自己先强忍着，我先压抑着我自己的欲望，你先好好的给大家看一下，稍微拉，微拉，然后微偏左边45度，好，来给大家看一下，来。可以，然后再把画面也要右手边一点，然后用福利也给大家一下。那这是跟那个写真一起，是我看到就那个照片有没有吓一跳？我觉得是吓一跳的、啊。我想是这太狠了吧，跟写真一起出太狠了吧，这样我们之后发片要怎么生存？你也来弄一个写真，激励到有没有？有啊，就像刚刚讲，就是我那一天第一天看到他的那个写真的还有周边之后呢，就那天我们拍完 MV， 然后我工作到很晚，然后我还去健身房练，你知道被激到，就觉得有机会吗？你有机会看到你的写真吗？这种东西都不用说死吧，對就是不说死都有机会。欧俊说现在要不要亲手？你要摸吗？好啊好啊，全身，我现在全身是湿的，很棒啊，最喜欢湿了，真的假的？麦克风怎么样？哦，这个等一下，这个胸肌很饱满呢，有吗？等一下，是不是要讲一下感觉？等一下里面太湿了，你们太充足，我就说，对啊，就是非常的饱满的胸部。这样讲怎么有点奇怪、啊、很结实啊，对啊。等下先帮我约那个健身房，我待会要去健身。塞钱给你。对。好像还被弟弟爆料了，就是睡到下午2点这件事情。他真的是哦，我跟你讲，等他隔离出来他就知道。平常都是睡到下午两点，是吗？是因为我，你是没有办法辩驳，是不是？对、yeah, ，OK。我都蛮晚睡的，我通常都可能3-4点睡，然后我早上9点会，我为什么要报告我的行程给大家？然后早上会醒来一下，然后可能吃个早餐，然后觉得困，然后回去睡到，然后他会来找我，就是下午可能1-2点，对，可是我中间这个时间是有醒来，是有在运作，对。